聊人生。对的，很 gay 的，很 gay 的，很无聊的人才会去玩的这种模式。每个人都能用 VIP？ 不是，真的超级无聊。是枪战还是刀战？这刀枪战什么鬼啊！我操！哇，飞刀吗？我操，有点操作。这 what the fuck？ 这靠运气的，跟你讲。重击是不是一下死啊？是这，轻战重击一下死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过打死了一个人，会莫名其妙打死。每死五次，你就有一个狂躁模式。哎呦我操！我变红了。狂热模式，一直使劲按左键，也不放手。哦 ，Holy shit！ 的妈！没了，打五个人就没了，我操！哎，妈的，这而且这最重要还有垂直线的，我操！是哦，那废话。哈哈，有垂直线怎么玩？没有，我跟他讲，大概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了。我估计你以前没玩过。没有。哇，一个都没打死吗？这。哇！呀，我操，没了！哎，你要什么时候跑到我后面去啊？啊，那个 King Mode 好不好玩啊？你要玩不，一点也不好玩。你要玩吗？别，那个就是、那些都没玩过。那个就是那看运气的，对我而言，枪法够硬就行。可每局都他妈第一个被人爆，你旁边人都会下意识第一个瞄着你，那怎么硬啊？我操！哎呦我操，被你扔三斧。我操，我靠，我刚才被三个人夹着在那里叫。我看也是啊，直接被打没了。这算是 throwing cubes 吗？像扔雷那样的？不算，应该不算。如果算的话，那个就好打了，那个魔就是那个徽章。嗯。哎，我操！这。傻逼！心机婊，心机婊！我操，谁跟我？
来给你，我这哇，一群人在那边，哇操！被愤怒了。我操！被扔死了，怎么情况？我刚才以为就被扔死了。我去，哇，你他妈队友全他妈是狂暴，哇操，贼恐怖了。哇，这，哎嘿，哎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因为我打了五个人头，狂暴就消失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可是你刚才那个速度还是很快哦。没有，狂暴打你狂暴模式下面打的超过五个人头，你就没了，就打到五个人头，你狂暴就自动消失。我打中你的那个时候，你那个颜色还没有，而且速度也很快。那我不知道，我这边已经就是眼前那个已经消失了。哎呦我操！我感觉你队友能比我多嘞，我操！我咋知道呢？全他妈是狂暴，你队友。狂暴是怎么激活？15次。哎呦我操！嗯。哎呦我操！亏了！哇！哇，这个都行。哇，好疼啊！我操！哇，我们队他妈下面倒数第二跟倒数第三拖后腿啊！8-27，根本就厉害！哎呦我操！哇踹！我操！我有个好玩的地方了，我操！你没看到你们后面我们队友一直在那边往你们那边扔斧头吗？狂暴会消失吗？如果会，打五个打死五个人之后就会消失。
这嘿嘿嘿，去我操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反正往人对面扔就行了。是啊，看运气的这个模式。哎呦我操！哎，我怎么莫名其妙把你扔死了？我操，又是这王八蛋！不是，我队友是站在这里扔你了，是几个意思啊？可以啊，扔得重就行。不是，他就站在那不动的，我操！猪啊，我靠！你说的是那个小伙吗？哎呦我操！他就站在那正中央，我操！哎呦我操，直接303！哎呦我靠，这么远啊！哎，我有狂暴了，我有狂暴，你们至少得死五个呢。你确定？我也有。我又不打你，哎呦我操，三个人回本了。没事，我一个人，我才就亏到家了，我操！哎，关键这贴身攻击，他妈他妈突然给你扔个飞斧，你就死，谁给？经验多少？那会不会很多？4000多，挺多。8000多。10000。